方，是 Nice 红色的神族。地图的右下方，这是我们台湾虫王 Sam 蓝色虫族。好，刚那个打法其实有一个观察的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看他有没有听话。没错。不过其实刚刚那个刚胜他，我觉得因为刚刚胜他的王虫其实基本上没有看到非常多情报了，说真的。他有看到那个兵营吗？他只看到兵营跟 VC， 他并没有看到瓦斯有没有在踩。嗯，对，他第一只王虫是被点掉嘛，那可是那时候瓦斯还在踩嘛。对。然后他第二只王虫进去的时候是极限的开车，但是他只看到了 VC 跟一个气矿，所以他其实他的判断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全面，但是他就是他只知道对方一波了，对他只知道对方一波。好，那这边第一支攻，这边是先奈，很正常的选择单命开二矿。那攻兵要怎么做？你开下，因为他的考虑要那是这个。看他工兵要怎么做。对，哦，这边一样哦，在三矿的位置放一支工兵，哦，先守着。但其实 Sen 也可以考虑开三角形，但是以 Sen 的，而且其实你开下面，他等等四矿要开黄金矿才方便。对，而且其实你开下面的来讲的话，你右边那边有可能会被做，就是会有两个路线的进攻点啊。反正很强。好，这边稍微再阻扰一下。这边差不多了，血量有点惨哦，往后做一个拉撑。那这边 Sen 应该是要开启自己的三矿了。那这边第一波四条狗出现，应该要自己的三矿了。那这边第一波是往后做一个拉撑。那这边 Sen 应该是要开，好，这边差不多了，血量有点惨哦，往后做一个拉撑。那这边 Sen 应该是要开启自己的三矿了。那这边第一波四条狗出现，应该要反侦查一下，去绕一下。好，哦，这边一样是走 VC， 但是奈斯在上次的比赛其实有打一个类似上一场的那个战术，但他其实是赢到，没错，这个 VC 很早就放了，那等一下就看 Sen 有没有发现，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上一场是提速狂嘛，对，那这场他可能会演一下戏，哦，假装我要做同一个打法，对，然后就是赢，没错，他确实有做这样的战术，刚刚玩游戏玩到崩溃，啊，什么玩游戏玩到崩溃？好，感谢拿铁抹茶十四人干爹，感谢，这是上次的，确实这样，因为他有放药嘛。等一下，他这边有点不一样，我要记一下。下一季又马上要开始，没错，这个 VC 很早就放了，那等一下要看摄影有没有发现，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上一场是提速狂嘛，对，那三二。我发现有一个小细节，干这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这场可他可能会演一下戏，我假装我要 VR。美美啊，不要玩线，不要玩线。美美啊，美美啊。美美是没看过坏人是吧？啊，等等教学。三二 B。
利亚，靠这个细节，同一个。打法对，然后结果是引刀，没错。他上次确实有做过这样的战术配局，对，而且确实这样，因为他有方亚嘛，所以他转引刀以后，他一样可以转提出白球，对，就是他想要怎么打都可以。好，教室一样是进来侦查，哎呦，主要是看你看他这个一来是杀工兵嘛，再来是顺便看一下你的那个兵力的量。对，好，这边一样让你看到 VC 哦。死定了，死定了，妈，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哎呦，哎呀，哇啊，这个你也是 Sen 啊，你也不同凡响。哎呀，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驾驶员。对，没错，台湾王 Sen。对，好，这边一样让你看到 VC 哦。这死定了，妈，死定了。死定死定！哎呀，哇，这个你也是 Sen 啊，你也不同凡响。哎呀，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驾驶员。对，没错，台湾。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驾啊，你也不同凡响。哎呀，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 Sen 啊，你也不同凡响。哎呀，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 Sen 啊，你。你也不同凡响。哎呀，没有 Sen 这个王虫操作的好，你知道吗？重点是驾驶员。对，没错，台湾虫王 Sen， 对不对？只有 Sen 才能让他这只王虫不死。好，这边直接封住了。这个 BG 的数量其实有点多，而且他直接盖在门口给你看。哎，他这不是演戏，他没有放 DT， 哎，他再用一样的战术，哎，对，一模一样战术。哇，他这个是直接赌 Sen 不会守，是不是？但 Sen 也是用一样的手法。哎，那个 BB 是不是炸了？哪一个 B？ 没有，好，刚好刚好，他神功。对，哇，这个他觉得刚刚，可以守住的哦。再一次，硬开二矿，反面太阳放亚嘛，做这样的。刚我要到再七三矿，好，干这 OB 一定是 man 重组了，而且其实几乎不看神族家，你知道吗？哦，这边一样。到反面一样，四放我眼，这确实好。你看他这，对，好，这边一样让你看到 VC 哦。你也是 Sen 啊，死人。对，没错，台湾虫王 Sen， 对不对？只有 Sen 才能让他这只王虫不死。好，这边直接封住了。这个 BG 的数量其实有点多，而且他只用一样的战术，一样的手法。哎，对，再一次来得及。第一波过去的时候，应该还差一点点吧？哎，可是他不是这样打。啊，对，他不是极限的，他是又放了，觉得，可是这个一攻来得及好吗？我觉得 timing 来不及。哎，可以，可是，哇，这个他觉得刚刚是可以守住的哦。哇，这个他觉得。刚刚是可以守住的哦。再一次，可是这个一攻来得及好吗？
我觉得 timing 来不及。欸、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吗？他第一波过去，他其实钱啊，可以再压得更。更紧一点啊！对他不是他那个没有在第一时间放，对，但是他大概思路是知道，就是那个，譬如说像那个引刀塔，他其实可以再找个大概七八秒前就可以放。打上场战术，一攻应该会好，没错。好，这边先刷了是黄人是在前线哦，那要。可是这个一攻来得及好吗？我觉得 timing 来不及。可是他不是这样打啊，对他不是极限的，他是又放了 DT 塔哦。好，一攻那个第二场，今天他是打上场战。出一攻应该会好，没错。好，这。这边先刷了是黄人是在前线哦，那要直接去做一波骚扰。好，过来了，看起来根本跟上场一模一样啊。那甚至这场比较没那么偷了，这边只有38这种鱼，上场少4只。对，少刷一轮哦。那这边来看一下这一波，哇，这一波兵力其实蛮多的，而且现在一攻研发到一半哦。哇，甚至这边居然有盖防空塔，这什么情况？纪律性，好，这边直接这一看就知道是有皮数的狂安，而且现在一只对少刷一轮哦，哇，现在这边居然有盖房，这一波兵力其实蛮多的，而且现在一攻研发到一半哦，哇，现在这边居然有盖防空塔，这什么情况？纪律性，按一轮，那现在这场比较没那么偷了，这边只有38这种，比上场少4只，对，少刷一轮哦，那这边来看一下这一波，哇，这一波兵力其实蛮多的。而且现在一攻研发到一半哦，哇塞，这边就居然有盖防空塔，这什么情况？纪律性。好，这边直接这一看就知道是有提速的狂安士哦。发现、欸、对方这个兵有点多，这不能送哦。哇，从侧面做个包夹、啊，这一定要带起来、哦，第一时间逃走哦。这其实感觉出来哦，这个兵没有商场这么多。对。我是觉得有感觉的哦，因为毕竟你这边只有狂安士，而且这都是不用瓦斯的。这个三矿应该我只看到，有一只王虫在，哦，有一只狗在这边。而且我觉得被看到就很是不用躲。对，我是觉得有感觉的哦，因为毕竟你这边只有狂安士，而且这都是不用瓦斯的。这个三矿应该我只看到，有一只王虫在。有一只狗在这边，而且我觉得被看到就很逃走哦。这其实感觉出来哦，这个兵没有商场这么。纪律性。好，这边直接。哎、欸，他狂是没有全做出来。纪律性。好，这边直接。他这里有一个小失误，他的我看一下哦、喔，应该不是失，我看一下是失误还是？比较没那么偷了，这边只有38这种，比上场少4只。对，少刷一轮。400块。来看一下这一波，哇，这一波兵力其实蛮多的，而且现在一攻也发到一半哦、喔。
它是有一个空门比较慢的。纪律性，纪律性。好，这边直接这一看就知道是有提速的狂暗室哦。好，这边可以开矿。对方这个兵有点多，可不能送哦。哇，从侧面做个包夹，这一定要带起来哦，第一时间逃走哦。这其实感觉出来哦，你这边走狂暗室，看到就很大的概率，他可以稍微有可能去判断，他有可能会有引刀这种东西了。因为神速敢这样开，一定有一个很大，因为狗非常多。对他等这个一公狗好。哇，这第一这个就是砍，好少哦。这个小狗是守不住的哦。对，没错。哇，这第一直接进来砍。哇，他这个战术细节好多、哦。这是第二个人进。一轮哦，那这边来看一下这一波，哇，这一波兵其实蛮多的，而且现在一攻研发到一半哦。哇 ，Sen 这边居然有盖防空塔、啊，这什么情况？当然是哦。哇，从侧面做个包出来哦，这个兵没有商场这么多。对，我是觉得有感觉的哦，因为毕竟你这边只有狂暗室，而且这都是不用瓦斯的。这个三矿应该我只看到，有一只王虫在，哦，有一只狗在这边。而且我觉得被看到就很大的概率，他可以稍微有可能去判断，他有可能会有。皮卡丘。后天就要人生第一次国考了，超紧张呀！踢下划线踢。国考，哇，加油加油！希望你可以登峰造极，好不好？下次你就是国考王下皮了。拷贝战术，卡卡西。都引到这种东西了，因为神速敢这样开，为什么不刷第四守家？因为你第四你要守这个地方，你要三个矿都插第四嘛，太亏了。你三个矿都插第四，一个第四100块，一只工兵50块，这样等于是你花450块，那你跟被打掉一个矿差不多，而且还超过450块哦。你少这450块，你还要少三只工兵踩钱的那叫什么？三只工兵对不对？你盖了第四又就等于他没有采矿嘛。那你少三只工兵，你一分钟少一只，大概一分钟可以采，我看一下，5秒，一只工兵大概50块吧，一分钟60块吧，60块，少三只工兵在150，也就是说你光是花了钱就450，你再少那三只工兵采的钱，你就少600块。那你跟被闹到其实差不多感觉，所以遇到这种打法，其实不太会出盖第四来守，除非你一开始就知道他要这样打，你一开始就知道，那你或许可以盖第四。但如果说你一开始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盖第四，你一定亏的。一定有一个很大牵制力道在的，而且跟商场已经不一样了，你有 VC， 对的。那狗非常多，对他的。为什么 Sam 每次开台都要骂观众废物？可能他真的觉得你们哦，引刀进来，引刀，可是小狗好少哦。这个小狗是守不住的哦。对，没错，哇，这第一直接进来砍。哎，下面那只不要再发抖了，引刀可以不用发抖。其实到这边差不多了，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分歧了。战术到这边为止已经是。可以有很多变化，你可以选择开矿，或者是直接补到，就是把开矿的钱补四 BG， 直接和白球加狂暗室打一波。因为今天 Sen 的打法是出狗，看我这我等等再讲好了，我等再讲好了。Sen 打法是出狗嘛？哎，你直接打一波 Sen 也很难受。哎，哇，这个狂暗室，我怎么觉得 Nice 一个没在控这里？他是没有操作啊，他在控家里的营运吧？我把做完整了。这个小狗是守不住的哦。对，没错，哇，这。第一直接进来砍，哎、欸，下面那只不要再发抖了，你刀可以不用发抖，好不好？这个没在控这里，他应该可以是很赚的。
刚刚第一时间，其实然后刚刚有操作的话，其实那是后虫会死，而且那个砍掉超远，刚防空的砍掉挡，其实也是个猪，太死打想换，他分兵打啊，这个是没什么机会上来的，开这个应该创业被你看 ，nice 这个如果说把他的那个建筑物的细节再做好一点，把这1275块花掉，我靠！哈娃三二十一收去啊！哎呀，穿脚擦，砍掉，对，防矿砍掉，那砍掉超优哎、欸！顺便帮他修一下流程，对，没，啊，这第一直接进来砍，扫他等等级不一样了，你有 VC， 对的，生速感这样开，他可以稍微有可能去判断他有可能会有引刀这种东西了，因为生速感这样开，一定有一个很大的牵制力道在的，而且跟商场一步低攻狗好。哦，引刀进来，引刀，可是小狗好少哦。这个小狗是守不住的哦。对，没错，哇，这第一直接进来砍。哎、欸，下面那只不要再发抖了，引刀可以不用发。啊，我知道怎么帮他改这个流程。哇，啊，这个就是他刚刚其实就砍着这个，哎、欸，哇，这个。我怎么觉得 Nice 一个没在控这里的？他是没有操作啊，他在控家里的营运吧？因为刚刚那个应该可以是很赚的。刚第一时间，其实他一只引刀不要发呆了，然后砍工兵，砍工兵，他起码杀15只。然后刚刚有操作的话，其实那只后虫会死，而且那个防空塔可能会掉。没错，哇，这个竟然没有砍掉，那砍掉超优哎、欸！话说 Sen 有二本吗 ？Sen 是没二本，他没有二本。对啊，你看如果没二本，刚刚防空塔砍掉。就爆开啊，主矿就爆了、欸，对啊，就爆开啊。不过其实讲这样讲，其实 Sen 现在还是有点劣，我觉得 Nice 现在还是稍微有点小优，他的三矿已经运起来。对，他有三矿，他有科技。好，感谢石头哥，感谢你的小几点，谢谢，感谢赞助。切毒爆。感谢石头哥，干我牙龈痛啊！说走就走。火气太大。好，二本再停。有点想到定有二本吗？应该是这波打完。来了，然后砍工。好、哦，石头哥开始在调酒了，你知道吗？起码杀十五只。然后刚刚有操作的话，其实那只后虫会死。而且、我跟你讲、那个，你们不用特别记。你们到时候把我记好，对不对？我等等教学的时候，我会把它列在画面上，像这样子，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所以你们不用记，我帮你们记好。来，我会像这样子，干好像太大，对啊，字太大，这样好吧？细节都帮你们写好了。用红字啊！靠，这字有够丑的。字怎么丑啊？有没有建议的颜色？
这个吧，这看起来，不然我自己调一个颜色出来，这样黄黑色好不好？干他妈的有个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最好，这样好不好？啊，这是 Game One 了。好，我把第二场的做完。我们总共有三场，我觉得这三招真的很强，大家可以学。而且要学的话，你们可以，若要学简单的就学第一场了，后面两三场有包含营运，还有一些战术变化，干那个那就很复杂。好，我先打第二场了。但没有砍掉，那砍掉超优哎、欸。话说圣有二本吗？圣是没二本，他没有二本。对啊，你看若没二本，刚防控的砍掉就爆开啊，主控就爆了、欸。对啊，就爆开啊。不过其实讲这样讲，其实圣现在还是有点劣，我觉得 Nice 现在还是稍微有点小优，他的三矿已经运起来了。对他有三矿，他有科技。我这边真的是用黄战士去切毒爆。好像是可以说走就走。好，二本再停。这边又放了另外一个，因为他刚那个防矿一掉，他这场就输了。狗池什么珠宝全部都掉。对。好，那现在 Nice 的三基地已经开始在运营了。那目前不朽已经出了一只。我是觉得下一波胜是比较难守的。下一波其实刚刚，因为刚刚 Nice 他其实有抓时间补兵营，现在 Nice 应该是有大概7到8个兵营。四个开门，八个兵营，他已经有八个兵营。那我觉得工兵再刷一下下的话，等一下就可以开出全部爆兵。好，看这边小白球，你说是真的是神的存在？对，真的是他完全不痛啊。然后他一个扩散伤害直接电你一波狗。对啊。好，这一波真的强哦，这一波两不朽带大直接电你一波狗。对啊。神的存在，对，超老了，爆兵，他已经有八个兵营，那我觉得公兵7到8个兵爆兵，我来算一下，三个矿，一个矿是18颗嘛，16 32 48 48加12 60农，但是主矿会有四个干掉，60农减456，毒爆的组合来说是真的是神的存在。对，真的是他完全不痛啊！这真的是三狂一波，他扩散伤害直接电你一波狗。对啊，好，这一波真的强哦！这一波两不朽带大量的哨兵。我觉得这一波要看，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open a bottle of wine. What the fuck? 怕什么样打法？毒爆一波就结束了。你用这些东西，你又没出哨兵，你的兵只有教士跟追猎，人家毒爆撞一下你就 GG 了。看那个 Nice 操作怎么样？好啊，任何一波都怕吧。虫族不管是毒爆一波，或者是什么爆一大堆狗，然后空投全部丢进去，这些打法都很怕。立场切的。反正这个打法就是默认对方不放大招，你才能这样打。
你知道被你知道被大你知道被虫族大招就 GG， 好不好？他如果操作不 nice， 他就被吃光了。没错，所以成败就在 nice 本身。对，要看他立场放怎么样。对的。好，那这边有林进来做接兵，侧面还有一船。还有一船这个白球配合这个，哦，这边要来点这个吗？防空炮塔没有，哦，这家里的兵有点多，敌人再走，然后黄石在放生，对，但这边虫他有看到，这边只取三矿，哦，这边黄石用立场隔一下，他是不是卡人口啊？这前一个花没花完，好，这边持续做骚扰，这个白球对于狗毒爆的，我觉得公兵再刷一下下的话，等一下就可以开始全部爆兵。其实我会建议这个打法可以补到十个兵。他这个是空门没刷兵还是？这个白球对于狗毒爆的组合来说是真的是神的存在。对，真的是他完全不痛啊！然后他一个扩散伤害直接电你一波狗。对啊。好，这一波真的强哦！这一波两不朽带大量的哨兵。我觉得这一波要看那个 nice 操作怎么样，立场切的好不好？他如果操作不 nice， 对的。好，那这边有林进来做接兵，侧面还有一船。还有一船这个白球配合这个，哦，这边要来点这个吗？防空炮塔没有，哦，这家里的兵有点多，敌人再走，然后黄石在放生，对，但这边虫他有看到，这边只取三矿，哦，这边好像可以用立场隔一下斜坡，这个斜坡被占据会悲剧哦，哇，哇，这个阵必须绕路去守，而且主矿这边好像也有点压力哦，对他好像是有点往上走，脱节了，然后他只要把这个斜坡这边封好，而且他这个位置立场又好放，没错。基本上啊，下面兵是没什么机会上来下来的。然后他只要卡住那个口，哇，这二十一只哦，卡住这个斜坡口，点掉你三矿，四矿也被矿在插，哇，三线全爆，哇，这线直接打出了巨巨。哦，对啊，这是我之前转播的声音啊。所以他战斗时间是。好打没有？哦，这家里的兵有点多，敌人再走，然后矿在。八分输，好，这场差不多。而且蛮下场的也提一点过的音。还有第一局做的真的还蛮不错。但我是觉得啦，因为刚刚其实 Nice 在反侦查上面其实做的真的还蛮不错的。对。他确实都有一些反，就是没有让 Sen 看到一些关键的东西哦。他的第二支兵出的那个追猎真的是做蛮多事情。没错。好，那现在第三场比赛开始，就是深海礁岩的这个右下角是我们的 Nice 红色的神族。好，在第六左上方是我们台湾虫王 Sen。好，那这边看一下，这一场直接在下面放 BG， 然后做侦查。那没有意外 ，Sen 这一场应该还是会直接裸双以后提出我开。就我们看这样的话，要么就是前期把它冲死，要么就是那一波来的话，有足够量的蟑螂可以甩它，会好手很多。像上场啊，那个 Sen 一开始他只有38只农民就在爆那一波兵，对。但其实 Nice 的第一波狂是只是假压，他后面杀招其实是引导，对的。所以 Sen 在开局并没有在那个博弈上取得优势，他经济没有很好。没错。而且其实说真的，虽然说我们刚说那个引刀有一点亏，原本是可以直接GG的。那其实他虽然全部送掉，但是事实上还是有杀了大概十来只的农民。那事实上还是有对 Sen 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其实那一波应该就有机会要直接带走。对的。但可惜那引刀没控好。没错。好，那这边来看一下，在这边 Nice 一样用一只工兵在。Sen 的三框那边做个徘徊侦查，要看他三框下的时间点。那这边 Sen 的工兵要过去了，好，阻止一下哦，最大限度的阻止你放三框。
然后同时间家里的机械工核心正在盖，那大家，你帮他喝什么？靠北啊，超大。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样再走一次 VC 线。哦，要走了吗？差不多了。我要盖水晶塔吗？哦，最大限度的拖延。但这个应该会取消了，因为狗出来。没错。好，那这边狗来了，那这边应该是要取消了。哎、欸，好，果然是取消。然后狗是在提哦，三矿放下去。我们看一下 ，Nice Nice 第一只教室已经往前飘去做个侦查，侧面有一只王虫要来侦查，看一下这边 Nice 的走向。好，这边再次的先把 VC 放下去哦。觉得这怎么看就是同一招吗？毒包就炸进去了吗？对，确实他门口做一根水晶塔，对，而且他目前还少做一个建筑学，所以其实说真的好像毒包冲是蛮给力的，是有机会的。对，好，这边甩起来啊、喔，我这边堵起来了，那这一只教室还持续在做侦查哦、喔。奈斯其实连续三场的，一开始教室的细节都一样。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就直接往外飘，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你要调大声音，可是我还没开始哎、欸。做一次第二次侦查，对，好，这一次改变，这次算是一个比较极限的引刀哦。上场他是先研发这个冲锋狂、嗯，然后他引刀塔要调大声也可以啊，只是我还没开始就是。这个基本上蛮给力的，差不多了，我要盖水晶塔吗？哦，最大限度。然后同时间家里的机械哦要走了吗？差不多了，然后盖教室功能，但这个应该会取消了，因为狗第三场如果太长的话可能会来不及，可能会 delay 到。他第三场是战术吗？我有点忘了。我先看他结局是什么哈。来隔一半，哇，这白球，好，把兵补起来，打的，打击，哇，杀四农，再次把哎、欸，防空炮没有砍，没有，对，然后他引刀塔是比较好，下时间点，这场也可以讲，这场是两矿引刀。两矿白球转三矿不一波，这也是一波。最大限度的阻止你放。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波。然后同时间家里的比较没那么潮的。但是是前阵子的主流。是不是一样再走一次 VC 线？哦，最大限度的拖延。好了，三矿放下去，我们看一下 Nice 第一只教室 VC。已经往前飘去做个侦查，死他们，你不觉得这怎么看就是同一招吗？毒包就炸进去了，对，确实。V 啊，他不是侦查哦。那奈斯其实连续三场的，一开始教室的细节都。一样，第一次过去的时候人才先对这个正门口对改变，这次他还会再来做一次第二次，他是先
研发这个冲锋狂，对，那可能会看到很困难，这就是盖给对方看的。不到四比狙。这边直接看到差不多、啊，你洗个澡出来差不多。我觉得大概研发这个在十分钟吧，差不多啊，八点半差不多应该是可以好。因为他这个，其实重点都是在开三矿之前的流程，开三矿之后要做什么都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就是盖给对方看的。这边直接看到引刀以后帮他这样重操，同时间研发这个，我看一下他的加速，做一只，好像读好这边，我这边读起来了。那 Nice 七连续三场的，一开始教室的细节都一样，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就直接往外飘，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可能他还会再来做一次第二次侦查。对，好这一次狂对，然后那可能会看到很困难，这。好，这边直接看到引刀以后帮他这样重操，同时间研发这个王虫移动速度，而且好一点。我夺宝来是正面，没错，还是可以秒好了。哦，现在这边有点尴尬，这是再回来和白球四分、哦、现在这边很尴尬。有点卡人口感觉。好，只要硬砍吗？四分五十开砍。只要硬砍吗？我觉得砍到了。哇，这个哇、欸，他位置没有卡好，他先杀兵，他先杀兵，也可以。哇，这个又赚到了，这已经爆开了，亏翻了。二本刚好这时候那个升了剑桃王种，但是真的亏翻，爆开了，亏翻了。这枪砍啊，这个砍吗？只要硬砍吗？我觉得这强砍赚到了，这已经现在真的亏翻了，真的好亏哦。哦，刚好，哇，这现在真的亏翻了，爆开阿兵他好啊，这个哇，盖不盖起来？盖不盖起来？我这边卡住，这强砍就好了。对，这应该要强砍。哎、欸，他位置没有卡好，他先杀兵，他先杀兵，也可以。哇，这个又赚到了。这已经爆开了。我跟你讲，他在砍的时候有一个可以让他登峰造极的差距，你知道吗？他在砍的，他在控引刀的同时，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在引刀操作的同时，他必须要升一只不朽者，然后升级狂战士的提速，然后开三矿，这三件事情要做。但是他现在就是我目前看了三场下来，两场后面两场都是他把引刀砍完以后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假如他可以在引刀去砍的同时，把这些事情完成的话，他就会再更强了。真的剑桃王总，但是应该是来不及。没错。但也有可能他的判断是说，如果引刀过去可以砍死，他就直接打一波。可是我觉得他不像是这样的，感觉比较像是他本来就要骚扰，所以他应该是在引刀砍的同时，他如果能够做到说坐兵，然后切回去花个0.5秒把三王开下去，他就更强。总之剧本好像写得非常完美。哇，杀四农，再次把哎、欸、防空炮没有砍，没关系，和白球。哇，这应该是。
况等等到。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他现在那球继续闹，没错。其实没有三况的情况下，你要守得哇这边。这边持续的用这个白球来做骚扰。那提出狂这边也要研发完成了，好，把兵补起来。这个如果说今天那个奈斯要接一波的话，其实他的五六七是不用开的。对，他就他因为他的主力就是很多的提出狂，然后不守着，那瓦斯并没有吃那么吃。没错，这个白球真的很烦啊，不停的转东西哦。刚这些白球其实已经砍到很多东西了，他刚刚带至少杀了两到三只王虫。然后不停地用护盾在磨你的血量哦，这个时间点白球真的是超强。对的，这兵的白球跟提速简单可以守哦，可能要这个兵力其实面直接对，哎这个发了大量的提速狂哦，哇，大概我觉得这有第一次都很难守。对，先二级。一下。哇，这直接贴上去了，刚刚就是喷一个信仰。对，哇，这立场隔一，这也是三框一波。隔一半，哇，这白球全部一慢慢还稍微操作一下躲，这算是体力。对，再隔第二层。对，那这边不朽全部往前做一个平 A 杀，比数几倍死了。哇，那边就是能动，对，就是到转。哎呦，比赛觉得这些非常犀利。那我们这边看韩流韩国 GSL 间断战术。嗯，我觉得这些比较像我自己平常在用的吧，就这次的补丁嘛。补丁，补丁男孩。进化冠亚刀，你的，所以我就我 ，PVP 这边成功以三，我们谢贤哥，让我们的比赛，你还有灰弹 ，nice。啊，解析一下这边的观众哦，好了，没有了，好，差不多。差几分？26分，我们30分开奖啊。哦我再看一下他第三场的加速。上算，然后夺包来手会怕他白球刷狗，真的超级难。好，那用的。Nice。的虚空自己就是可能现场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练习，他冥想就是练习啊，冥想没有什么的。在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练习。
看这字怎么小啊？二十六，我觉得至少26哎，但是我这个地方要简化一下。干这个 OBS bug 了，我觉得我可能要一个个，他那个文字的文本上去再关掉，他就可能就会当掉，妈的超麻烦。好，我们从 Game One 的文本先好了，我们一个个设定好了，分段讲解。皮卡丘。好、哦，感谢小富，感谢九点干爹，感谢你的续订。26，太小了，32。这样字会太小吗？你们看一下，这样字会不会太小？还是 OK？ 好，我上个厕所啊、哦，回来就来讲吧。皮卡丘，来。
他冥想。冥想，放哦，冥想没有什么在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练习。不是，他最近是冥想，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在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上。VALENCIA 那我就把里面的声音调的有一点点声音就好了，我怕我声音被盖掉。好，对，这是上次的那个瓦伦西亚，这是上一次吗？对，上一次 WCS 的比赛，哎，上次还是上一次啊？应该是上一次。要我拿个喝的，再等我一下下。为什么会跟张家兄弟出去？今天有那个啊，今天有那个啊，有那个太空站15的记者会啊。练习，不是他冥想就是练习哦，冥想就是练习。他现在在打比赛，就在练习哦，也是哦，他把比赛当练习了。现在在打比赛，就然后拉一下。干，他转圈圈了，不是吧？冥想就练习。他现在在干，他转圈圈是什么意思？不是吧？手游的。阿婷后来走，对不对？阿婷后来，我跟你讲说可能会忙一下，然后后来就我上去记者会玩游戏，
有段时间还蛮闲的，就你没有看到你啊。就以往大家对，然后再加上实际上练习，那个最近是冥想，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在实际上，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练习。好，我现在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个台湾战术神族战术大师 Nice， 他在那个瓦伦西亚站对上 Stan 的三场比赛的战术教学哦。好，然后这个是第一场，这场 Nice 使出了双框提速狂一波，停气的双框提速狂一波。来，我把那个流程我把它溜出来。哦，流程在左边哦。方大把唯一可以阻碍他的啊。啊，开场呢、，Nice 把水晶塔放在门口。哦，这张图是上一季的天地图哦，沙拉这张图已经不见了。但是 Nice 这个打法战术思维是每一张图都可以用的。好，然后兵营放了以后，对，他就直接派他的探测机出来探路。啊，第一张图呢，则是由 Nice 选择的。那放下十六人口的时候，放下他的瓦斯。神打虫还算可以，我觉得这样。好，开场这支工兵你要去侦查说对方是十二 D 还是裸双，你要去知道对方的开局。好，那你只要是兵营探路，神族只要是兵营探路，你基本上虫族的任何大招你都可以侦查得到，它是一个非常稳的开局。那你进去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垫人家的工兵，就是踩他的矿。那像奈子这边，他就直接踩了矿后走，这个是比较省操作的啦。但如果说你忙得来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边骚扰他的工兵采矿，你就是踩他的近况，然后他的工兵就会跑走嘛，这样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好，然后 Nice 刚刚在二十人口的时候，他连续盖了，他是盖了他的主堡。那二十人口盖主堡的时候，同时你的兵营会好，所以说他可以把他的工兵盖了二矿以后，直接再出去盖 BY 机械控制核心，然后把门口给堵起来。那在这边二十二人口的时候，放下自己的瓦斯哦。然后你看哦，其实你看 Nice 他其实很早就把工兵拉过去踩那个二气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打法其实只有两个瓦斯而已，所以对于瓦斯的那个要求是蛮严苛的，因为毕竟只有两个瓦斯在踩。好，那这边先兵营好，先出一只教士，然后那只教士他有一些作用，像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工兵侦察要防对方的有没有放十二 D 这种大招嘛，对，或是也。兵营也主堡在外面这种大招，那你一开始出这只教士呢，其实也是相对的，他也是要出这只教士去侦查对方有没有要放你大招，所以教士就一出来之后就直接往前飘去侦查。那接下来的你的兵营的第二支兵就出一支追猎，要封对方的侦查，因为我们今天要放的是提速狂，停气的提速狂一波，这算是神族非常强的两矿一波，所以他的追猎封侦查也很重要。那接下来有一百气呢，直接放下 VC， 那在接下来的一百气就直接出母舰核心，好，那你的瓦斯一样不停的踩哦，不停踩。好，然后接下来你会有第三个一百气，你就直接放下你的 VR。好，那你看这边教士他的教士也没有送，他只是进去侦查，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要杀工兵，但不是他主要目的，他主要目的是要去侦查说对方有没有放什么狗毒爆一波啊，或是蟑螂的一波，因为。Nice 今天放这个两矿提速狂一波，他其实是蛮怕对方大招的，像什么爆狗啊，爆狗空投进去的打法，或者是狗毒爆的打法，或者是什么蟑螂一波打，其实都还蛮害怕，所以他必须要用两次的侦查，一次工兵嘛，一次教士去侦查说对方有没有要大招的意图。好，然后接下来 VC 一好，对不对？直接升级你的提速狂，你看他的追猎其实不停在那个杀对方的王虫哦。不停杀对方王虫，这就是为了要防止对方侦察到自己家里面的战术细节。好，然后我们看到那个 Nice 的工兵补到33只以后，也就是两矿各16只采矿以后，他就停农了。然后这时候呢，一口气把所有的兵营补起来。哦，然后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他的空门，他的加速从头到尾都只有放在他的那个主矿上面，就是加速他的主堡的工兵。然后等到他的工兵都已经补到33之后，他才把他的加速换在他的 VC， 然后 VR 一盖下去要出人境，第一时间出人境，然后他也是把加速放在人境放在人境上面，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就是攻击到对方。好，然后现在空门一好的时候，马上刷狂安室，好，刷狂安室，然后接下来就是等那个人境出来。你看他这时候教士先往前飘，哦，这教士往前飘有一个目的，哦，他是为了要看对方有没有。就是看对方的配兵啊，看他到底是狂战士啊，
看不到对方是狗毒豹啊还是蟑螂这种配兵哦，所以那这教室其实有一点点侦查的意味在。然后人进到了中间，空门一好，对不对？马上再刷八只狂战士，搭配前面刷一出门前刷只狂战士，总共十二只。好，你看他这只教室往前飘，这一来是要打乱对方节奏，再来是看对方到底毒豹有多少，狗有多少。好，这时候他知道他的所有兵都在二矿，然后狂战士直接杀上去。这时候时间是5分15秒，5分15秒，开着一堆狂战士在矿区里面攻击。然后这些狂战士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要让他那个狗包夹面积比较小一点。但这边 Nice 其实有一点点失误，他的狂战士其实刚看到那个毒豹来的时候，他还是可以稍微把它分散一下，但因为狗很多了，所以他想说可能是直接站在里面，就是让狗比较不好包，他就直接打了。但其实他的那个狂战士可以再操作更好一点。然后这时候 Sen 把他的后虫拉出来，要想要点他的人进，但是没有点好，没有点掉。好，这边大量狂战士在往二矿继续进攻，那人进没有点掉，所以说这一波对 Sen 来说非常难守。Sen 要守这一波，其实他要用狗毒豹守的话，毒豹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他要靠毒豹看能不能一口气炸到很多狂战士。当然这个地方看起来 Sen 已经有点顶不太住了，狂战士刷的有点多啊。那 Sen 这边的，毕竟他刚狗用大量狗去换那个狂战士那个战损其实没有很好。好，你看他那个 Sen 那个 Nice 把他狂战士站在这种斜坡口，那个光是纯狗是很难守住的。好，那这样子不停的刷兵哦，那我们看到 Nice 把他的钱花干干净净了。那这个打法就是这样，这个算是在上次狂战士的那个提速改成100/100以后新出来的战术，非常强力哦。那我们有一些细节，我把它打在那个荧幕的左边哦。首先这个打法就是我把它称为双矿提速狂一波了。对，那前面这是左边这个流程。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第一个你教室好了以后，对不对？教室好了以后，你就直接出去侦查。然后再来就是你追猎好的时候，要马上去断对方的侦查，就是你的教室需要往前侦查，是为了要防对方大招。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能够侦查到对方大招的话，你可能就要换打法，你可能就要出哨兵了，哦，因为现在虫族如果说今天是要用毒豹的话，你有哨兵就几乎是很好守。那如果说对方是要投狗的话，你教室往前走，你一定可以看到对方会有大量的那个提速狗出来。辉哥的脸，为什么我的脸是长这样子？哎呦，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细节。然后你的瓦斯，它的流程都是掐在那个瓦斯刚好有100的时候放的。像你第一个100就是下 VC， 好，第二个100出母舰核心，第三个100下 VR，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停气了。那工兵记得只要补到33只就好了，哦，然后你在补到33只之前，你的加速都是全力放在你的那个珠宝上面，让你的工兵可以出快一点，赶快把你的经济补起来。然后最后就是空门一好的时候先刷，你那时候空门一好的时候你会有几个兵是先好的，你就直接刷兵刷在门口，然后接下来的剩下的空门好以后，你就会跟着你的人进一刀前线再刷一波兵，就可以直接打。这个就是 Nice 他的两矿提速狂一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场。来第二场。好，然后我看一下你们这边有没有对于刚刚那个战术有什么问题的？像这边有那个 X013X 说，如果对方也是双矿，不像 Sen 开三矿呢，其实也是可以打。但是正常来说，现在虫族都是会开三矿。他如果说是两矿的话，对你的那个人进其实就可以打双线，你可以直接丢主矿。通常两矿，如果虫族是打两矿。他如果不是放大招的话，他如果是打，通常虫族会打两矿，一定是两矿科技开，哦，那他如果是两矿科技开的话，他除非是放地刺，不然的话他的兵其实跟他开三矿打营运的兵是差不多多的，除非他今天是两矿一波。那当然，今天他那个 Nice 这个战术是打对方是打营运的，或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现在虫族大部分都是三矿打营运，很少是两矿科技开，两矿科技开就像是两矿赤蛇、两矿飞糖。或是什么两矿百生虫这种打法，对，如果是科技开的哦，我说是科技开，然后又开三矿这种，他们通常只是把三矿的经济的
补经济的钱变成拿来攀科技，所以说在你这个提速狂这一波打过去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他的兵其实还没有补出来，所以还是可以打的。你可以像一开始不是刷了很多兵在外面吗？你可以那些兵打正面，然后你的人进直接到他那个主矿那边刷狂暗室打双线，这样也是可以的。好，那第一场我就讲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来讲解第二场的战术。也做不错，但是你在六级用了第一个防御，而且那个狂暗室出来的时候有先把啊，我这还没有把那关掉，等一下。我先把第二场的那个文字打上去。Game 2。用了干，这字怎么有够小的啊？这样挡住一点流程应该还好，这样好，没错。那这一场其实侦察系做不错，但是很可惜，用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Nice 在那个瓦伦西亚战打 Sand 的第二场的战术、哦，这场的战术是狂战士哦，因为他上一场是用那个双矿提速狂一波，所以他这一场做了一点变化，他看起来也像是双矿提速狂一波，但他其实是狂战士转引刀，然后接着开三矿之后转不朽白球提速狂哨兵中一波。好，那我一样把流程先修在左边。那这场Nice 一样先把他的水晶塔放在门口，然后放了一个兵营。那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杀神族都可以这样打，他不怕12滴吗？其实这个流程真的还不怕12滴，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侦察。所以Nice 他放了他放了兵营以后，对，他会把他的工兵拉出去侦察，就是为了要防人家12滴。那如果说人家今天真的是12滴爆了很多狗来 A 你，就是快攻你的话，这时候你可以有两种手法，一种就是你门口就是补两个兵营加那个 BY 做建筑学出狂暗室来守，哦，这是一种手法。那另外一种手法是比较多韩职在用，就是你直接拉四支工兵，大概你会怕的话你就拉六支吧，但其实拉四支就够了。然后一样加出一支狂暗室，然后你把你用 BG 跟 BY 把你的门口堵成一个小小的洞，然后用狂战士加那个工兵守，但我比较不推荐，因为这个手法比较难一点。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建筑学把它堵成剩一个洞，然后用狂暗室去跟它慢慢磨，这样就好。好，那这场 Nice 去侦查的时候发现圣一样是裸双开，哦，所以说他就安心了，他知道说这场圣没有用12滴。那公民这边来干扰一下他的圣的三矿。圣的个性，我认为他会开这边，因为他等等四矿要开黄金矿旁边，对。而且其实你开下面的来讲的话，你右边那边有。然后好。那这一场那个 Nice 跟 Sand 的上一场流程跟打 Sand 的上一场流程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哦。他等等就有点不同，目前都是一样的，一样也是先出一只教室，然后刷那个提升他的空门，然后教室一出来一样也是先去侦查哦。因为这些神族的这些战术他都是建立在他的前期有点偷，他的加速全部都是放在他的那个
珠宝上面，放在他工兵上面，而且他的空美没加速，也没有升哨兵这种东西。对，然后而且他第二支出追猎，其实这些小细节，他没有加速在他空门上面的话，其实都很怕大招。那虫族如果说用什么狗毒爆一波啊，或是全力爆狗，然后用空投方式打那种投主矿啊、双线这种的，其实神族在没有加速空门，也没有加速兵营的情况下，他的兵其实是有点少，会不好守。好，那 Nice 这一场，你看哦，他的我刚刚说了，上一场是 VC 母舰核心 VR， 对，VC 然后提速狂母舰核心 VR 是这个顺序。那这一场的话，你看他是先下 VR， 然后先下 VC， 然后直接下 VR， 然后再下母舰核心，到现在还没有升级他的提速狂哦，哦，到这时候还没有升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 Nice 这个流程比起上一场，相对一点不怕大招。哦，那这其实也意味着他其实提速狂的那个科技没有那么急着让他需要让他出来，因为他的那个攻击的时间点也比较晚了。哦，那主要的杀招是他的引刀。好，那这时候补到士兵营，这时候补到士兵营，然后出了一个人进哦，那这是因为他要打一个二段式的骚扰。好，这边杀了王虫，然后升了体术狂，对，然后这边加速他的人进，在加速人进之前，他的加速都是全力放在他的兵营上面的，珠宝上面的，放在他的工兵上面的。可是这个一攻来得及好，我觉得好，然后人进出门，那这个打法哦，这个打法他是连续出两个人进的哦。哦，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是出两个人进的。那等等，第一个人进出去的时候，他会刷在中间，就会先刷四只狂士，因为空门这时候就好了。那你不要浪费你的产能，你要让你的威力极大化，对。然后这边先刷四只狂士再起来，然后这个人进第一个人进要去骚扰对方的四矿，大概四矿三矿那边，有些虫族可能比较偷一点，对，他可能这时候四矿就放下去了。尤其像这张图是黄金矿，所以他选择这个战术，先去丢在他的那个黄金矿看看。看有没有投四矿，那四矿这边没有投嘛？那到了以后再现刷四只狂士，总共是八只狂士，然后做骚扰。那同时呢，那个 Nice 就把他的三基地给那个准备要放下去了，那引刀先来骚扰。那这八只引刀，狂士先来骚扰。那这八只狂士其实不是要把对方打死哦，他只是要给对方一点压力，让对方爆兵。你看像现在这场，他的工兵只有补到38只，因为他看到人进出来，他其实心里面是有点压力的。哦，那 Nice 这个打法最主要是后面的那一个人进，他这时候人进已经到对方的主矿的旁边了，在地图的下方有没有？这边小地图有一个亮亮的这个人进，刷了四只引刀要往里面丢。好，引刀丢进去，那这边 Sen 想要来做一个反打，但是 Nice 这边已经有防守，那四只引刀进来，这时候 Sen 没有二本哦。这时候 Nice 想要去砍对方的防空塔，那这个 Nice 这个做法就是要直接把对方打得很伤那种的，所以他才会选择丢主矿。但是那 Sen 这边很及时哦，挡住了那个引刀的骚扰，挡住了这四只引刀。那 Nice 如果说刚刚有把这个防空塔砍掉， Sen 的主矿就爆炸，但是很可惜这边 Sen 守得很好，把他守住了。好，那这边开始 ，Nice 就开始开三矿，然后开始做出他接下来三矿一波要出的组合，就是哨兵、不朽者、白球跟狂战士这四种组合的搭配。哦，那因为这个打法 ，Nice 是准备要打一波，所以他其实只有补他的补到四个气，四个瓦斯在踩，他的三矿是不踩那个瓦斯的，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气，他的主要兵种还是以狂战士为主的。他不需要开那个三四七，那这样的话，他的攻击的 timing 会往后大概一分钟哦，会差很多。好，然后在这个他在积聚他的那个最后的部队之前，他这时候就是不停用他的人进去做骚扰，给对方压力。那圣也知道这时候对方只是给他压力，所以说他也是补农民啊，然后用他的狂人士用他的狗去挡住那些骚扰就好。好，那 Nice 这时候就是全力的有瓦斯，对，就刷一点哨兵，然后引刀在外面的话就喝点白球这样。那注意哦，引刀白球不要合在自己的主那个矿里面哦，因为会卡住。你的白球要合在外面。哦，如果你合在那个二矿里面的话，因为你有毒口关系，白球是走不出去的。好，那这时候就一直不停的爆兵。那你看 Nice 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工兵其实停在大概55只到60只之间，60只之间就差不多了。
因为它只需要四个气，那三矿满营运加上两个加上四个气的话是60只工兵，所以大概补到55到60只工兵差不多。好，那这时候就是不停的刷狂战士、白球不朽者、哨兵中组合，好，这时候就出门了，在7分50秒的时候出门。那同时这时候你的人境都是一直在骚扰对方的、哦、你能够骚扰越多，你的胜算就 越大。如果说你今天狂那个在做出这一波之前，你的人境都是没做事的话，那其实相对的对方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的，他人家也不容易出现失误，就是要不停的骚扰对方才会出现失误。好，这时候去骚扰他的主矿，那把 Sand 的一些部队引到主矿以后，这些所有的兵呢，奈斯的主力就直接往三矿这边进攻。好，那因为这张图有一个斜坡这边可以隔了，所以说这个哨兵隔起来后 ，Sand 这边就很难救了。在8分15秒的时候打过来。这个威力非常强大、哦，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兵力差距其实蛮大。因为对方有毒爆，然后他只要把这个斜坡这边封好，而且他这个位置立场又好放。好，那这边看起来就没什么意外。现在这边还要出自首，现其实这一场啊，就是这对于那个 Nice 这一波意图其实不算是有感觉到。他因为可能有可能是因为前面已经被那个 Nice 的不停的骚扰有闹到一点东西，他经济并没有很好，所以说现在这一波那个 Nice 打过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提早爆兵了。那这也是抓在一个赤蛇跟那个毒爆虫的那个提速，毒爆虫的提速好之前的那个 timing 在打的。对，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刚打过去之后 ，Sand 的那个毒爆虫，因为他为了要守第一波的狂战士，他的二本升的比较慢。那等到他二本升好，提速狂那个毒爆的提速快好的时候，就人家打过来了。所以说刚刚那一波 Nice 打进来的时候，他的毒爆提速没有好，然后赤蛇也没有几只，然后有一些狗这样子，然后刚有一些部队被引到主矿去，然后被隔了一下那个二三矿中间的斜坡。所以说这一波对于 Sand 来说，假如今天你用这个战术，你没有去做人间骚扰的话，或许 Sand 他是站在那个三矿边摆好阵型等你来。那这样的话，这一波打起来可能就。其实威力还是很强，但是你就不一定打下来，哦，所以说这个打法，你的人境能够闹得越好，你的正面那一波就相对的会越强。这第二场，哎呦，为什么我的眼睛是闭起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三场。那这个第二场啊，其实刚刚有一个变化型，在这个地方。他其实 Nice 的这个第二场的战术有一个变化型哦，你们在开三矿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你的引刀刷出来那个时间点，大概在这里，看一下哦，再后退一点。他这时候不是第一波狂战士闹完了吗？然后接下来他在他的主矿这边不是丢了一波引刀进去吗？这个时候。他其实可以做一个变化。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三矿就是你引刀闹完之后，你不是要开三矿，然后出不朽者、白球、狂战士，这个你要把这个组合配出来，虫族会不停的反打你嘛？而且你还要用人均去骚扰，你觉得太难了，我做不到，我是新手，我手很慢，我做不到。好，没关系，你这时候可以把他的流程改一下。Nice 在这个时候引刀丢进去的同时，他开了三矿，你就不要开三矿了，你就直接把你那个开三矿的钱，对不对？直接补。补到你就补4到5个兵营啊，4到6个兵营都可以，你就把你的兵营补到10个，因为你今天的主要的兵种是狂战士跟白球嘛，对，所以你会刷很多狂战士，表示这意味着你其实会爆钱，因为狂战士算很便宜的，然后你还会有一点瓦斯，因为你已经两矿满营运了，所以你就补到大概10个兵营，你这波引刀进去闹完之后，哦，他这波像这波引刀进去闹完，对不对？可是小狗好傻。Nice 这时候不是在那个他的二三框那边，其实不是还有一个人境没有爆吗？你就直接把你的狂战士刷在那个外面那个人境，然后你这个主矿的人境一样引刀去闹，你就外面的那个人境就一直刷狂战士刷白球，然后对方来救主矿的时候，你就把外面的兵对不对？你就一直刷一刷，然后出一大堆狂战士跟白球就直接打一波，就变成两矿一波。这是另外一种变化型，而且尤其像那个现在这场，他的配兵手法是出大量的狗跟毒爆嘛，他其实很怕白球的。那你在打的时候就注意一个小细节，你的狂战士不要冲上去撞毒爆就好，你不要整坨去撞，你就一两只狂战士去撞那个毒爆。那操作的小技巧就是你就是把你的狂战士散开按 H， 这样他的毒爆就很难炸。
或是你就是几只冲上去，然后几只往后拉，然后或是用你的人进去把你那个就是聚集在一点光，是一个一个载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毒霸来说都是很麻烦的操作。好，来，我们接下来讲第三场，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变化型啊，你不一定要打营运型的，你也可以打成那个这招之后接两框提接那个两框提速狂白球一波也是可以的，也是蛮有威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讲 Nice 打 Sen 的第三场。他刚那个防晃一掉，他这场不是。哎，九零六打5500，好猛哦！休息一下。等一下，等我一下，休息一下下，我去喝个水。啊？什么？讲解啊？妹妹龟缩在那个、欸。哦。人家比我想象中好喝哎、欸，黑豆水啊，对啊，我还以为我很难喝，就喝起来，哎呦，有一股豆味，你知道吗？我再去喝一个黑豆水一下，来，等我一下。
嗨，我是阿吉，好，回来了。来，我们要讲第三场。因为像我们刚刚说要去打这个战，要去克制这个战术的话，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刚刚说要去打这个战，要去克制。急来了，急拿棒。好，那接下来要讲解的是奈斯对上 Sen 在瓦伦西亚的比赛哦。那这场是来到密林湿地。那这场奈斯呢？哦，我一样把那个我整理好的笔记先写在左边哦。哦，这场奈斯呢，他是使用了比较流行的引刀接白球骚扰哦，因为白球在那个人进白球出来的时候，那个时间对于虫族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你没有对空，你只有后虫而已，你也没有飞躺，也没有刺蛇，你只有后虫，所以其实那个白球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哦。那这场 Nice 打的就是一个引刀接白球，然后后续也是接那个狂战不朽白球一波，加哨兵这种组合。好，那一样，开场呢，兵营放了以后就去侦查，这是为了要防对方有可能会用的狗池快攻，十二 D 的快攻。好，那接下来往前侦查。有足够量的蟑螂可以甩它，会好守。那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 Nice 对 Sen 啊已经是2-0的领先哦。所以说他前面两场，他这场做的任何的表情，其实对于 Sen 来说都是可能会想很多。哎呦，他会不会打跟上个场一样啊，或者什么的？对。好，那是他工兵进来侦查，看到 Sen 这边是裸双哦，那 Nice 直接把他工兵拉到他那个 Sen 的三矿处，要去干扰他开三矿。不过这个是之前虫族都会把三矿选择开在那个三角形的位置、哦、那最近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新的思维是把三矿开在一直线，开一直线。那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知道这场是讲那个 Nice 的工兵是怎么去，他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哦。那他这边主要就是要干扰那个 Sen， 让他三矿没有那么好开。那一样是放了主堡以后，对，那只工兵放主堡，工兵就直接出去盖那个。BY 哦，机械控制核心盖完以后，后面就是补水晶塔跟 BA 的瓦斯厂。好，那这边就是闹一下，你看那 Sam 跑过来以后，对，工兵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盖下他的基地哦，所以只好先盖那个后虫啊、狗啊，对，把钱先花掉。好，这边 Nice 尽他的所能哦，干扰 Sam 的三矿的时间。那家里呢？这场 Nice 的打法就跟前两场不一样喽。他这场很早就下了母舰核心哦，因为他这个打法其实 VC 跟 VR 的那个进度比较没有那么急着出来。因为你就算那么急着出来，你在人进到前线的时候，你也刷不出引刀，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他打这个打法之后，他就调整一下他的流程哦，先出了母舰核心，再下 VC， 因为他并不急着要把引刀第一时间刷出来。因为你那个时间过去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气，所以他先出母舰核心，那这样其实相对的也是比较在初期也比较稳的，比较不怕大招。那教室出来的时候一样也是先往前压制哦，那主要是看对方有没有爆狗啦，对，四只狗都是正常的，两只狗四只狗都正常。那虫族一般如果说要放大招的话，因为他的狗数好的时间点是大概像这种裸双就是三分半嘛，所以你大概会在三分出头就会开始爆狗，这样的话你的狗爆出来以后刚好会在那个跑到一半的时候你的狗数会好，那这样的话那个时间点对虫人类的神族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这只教室才有那个他那个侦查就是要防对方大招。好，那这边引刀塔放下去以后就补到四个兵营哦，记得引刀塔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补到四个兵营，这样的话你的引刀塔一好，人进过去就会刚好接上那个空间之门转好你的兵营的时间了。好，这边直接看到引刀以后帮他这样冲超，
同时间好研发这个。那冷静好了以后，对不对？在冷静好之前，加速都是全部放在主堡上面的。那冷静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把加速放在冷静上面，要加速那个冷静的速度。那这个地方要小心，会卡人口，所以说你的人镜做出来以后，对，要记得把你的水晶塔补起来，不然的话你的人镜飞到前线要刷引道都卡人口，你的这个战术就毁了，所以非常重要。那这边三四气，好，第一时间赶快全力踩三四气。那炸浪虽然够多，它集火能力够强，还是可以秒掉白球的。这个三四气踩了以后，你的人镜到前线之后才有办法刷四只引道，不然的瓦斯会不太够，你可就只能刷出两只还三只。好，那这时候人镜就直接到人家的脸上哦，好。刷冰圣有看到了，圣有看到这个人镜了。那刚的狗侦察又看到是引刀，所以他知道大概这时候会来。好，这是四只引刀直接往圣的三矿走。那这个就跟那个第二场一样哦，他的目的就是直接要把人家的那个防空的东西打掉，反影的东西打掉，将他引刀在那个矿就无敌了。对，那刚刚他第一时间是选择先把对方的兵打掉，因为对方的兵其实没有很多，所以引刀还是砍得赢的。那这时候把防空塔打掉之后，这边就确定这个三矿基本上是稳掉的。那人机这边就做接应了。那这个地方 Nice 有个地方可以做更好，就是他这个打法，如果说能够在引刀刷出来要进攻的同时，盖下他的三矿，跟出那个 VR 就继续做那个不朽者，对，然后同时那个兵营能够持续的刷那个他的那个 VC 可以做提速狂的话，那他这个战术就会更好，就更完美。因为他这个引刀砍完以后才做那些动作的话，其实就有点抱歉了。好，然后这时候 Nice 的引刀闹完以后，对不对？就到旁边准备要把引刀和白球继续做第二波的压那个骚扰。那家里就是把三矿开起来，然后出不朽者，升提速狂的科技，然后把兵营补起来。那后面的话就跟第二场一样，就是挤出刚刚说出第二场的那种组合：狂战士、哦、提速狂战士、不朽者、白球加那个哨兵这种组合来打。那在你挤出这些部队之前，你的人镜都是不停的用白球去闹对方，然后三矿一样就是不开三不开五六七，就是只要你全部的瓦斯就只有四个这样踩就好了，因为你这种组合会需要很多的狂战士哦。好，那白球一直闹，那这个时间点你们看那个虫族他没有刺蛇，没有飞糖，所以对于那个白球来，对于白球对于虫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这边出了几只哨兵又开始合白球。好，继续闹。然后这边 Nice 就是在闹用白球闹的同时，把他的一波的组合挤出来。那大概时间抓在大概八分的时候会做进攻。那你的兵营呢？家里的兵营大概补到八到十座了。那如果说你今天怕你忘在操作的同时忘了刷兵，对，你就把兵营多补几个。像奈斯这边这一场他是补到八个，那我会建议可以补到九个、十个这样子，因为你当你在打一波的时候，最要不得就是你钱没有花完，钱没有花完，你这一波就不是最强的一波。所以你要尽可能的，如果说你今天手速慢，你就兵多补几个，你在打上去的同时，你把你的钱花完，那你这一波就是你已经做到最好了。好，那这时候 Nice 把你看，像 Nice 这场就没有做一个双线拉扯，大量的兵全部都刷到正面，狂战士、白球总共五颗，三只不朽者直接打正面。那对于那个圣来说，这一波真的非常强烈，因为刚刚三矿已经被打掉了，所以说经济很差哦，那这一波完全是没有机会挡住了，比你差非常多。好，那这边 Sen 很干脆就直接打出 GG。那 Nice 在这场瓦伦西亚战也是3比0击败 Sen 哦。这三场战斗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战术配搭。第一场在打的时候，它是用两矿提速狂一波嘛。好，战术成功了，打赢了。那第二场呢，他做出了一个假象，让 Sen 以为他也是要做跟第一场类似的东西，就是可能提速狂一波。但其实第二场的时候 ，Nice 他是选择了出狂战士给你压力，后面接引刀。那第三场，我觉得 Nice 第三场就比较没有在，我觉得比较没有在演的感觉，因为这个打法本来就很难演，就是他是直接引刀塔就放门口，因为这个流程就是引刀塔真的只能放门口，不然的话你被一波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Nice 他的水晶塔是这样放的，他的水晶塔是
两颗都放在门口了。我看一下这边看到啊，我再让他跑一下。你看、哦，他的第一个水晶塔是拿来堵门的嘛？对，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后面的。他后面把他的那个斜坡口都堵起来，对，然后他第二个水晶塔是放后面，这是为了要让他的那个冰影啊，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被一波啊，他后面还有一个水晶塔可以支撑，不至于停电，这还蛮重要。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他必须把建筑学都堵在前面，给就会被对方侦察到。不过没关系，对方就算侦察到了，白球对于我说过，白球在过去的那个时间点重组期，他没有东西去打那个人境，所以人境白球是很强的，在那个时间点。所以他这个建筑物就变成拿来做建筑学，哦，这个就是要防对方的毒爆的。你看，我刚刚说三分半的时候会是重组一波的时间点嘛？对，那他教室过去侦查是有机会可以侦查到对方一波，但你也有机会没有侦查到。那他做这个建筑学期就是为了要防他，假如真的 send 他隐藏他的一波的意图隐藏的非常的完美的话，那他这个建筑学至少可以帮他顶一波。你看，他如果这时候做建筑学嘛，那之后他看到他的毒爆走过来，那怎么办？建筑那个工兵赶快去堵第二层，就是放个兵营啊，然后这边刷一支兵去挡毒爆啊，还有机会守住。所以这个建筑学就是这样摆。他是先研发这个冲锋狂的，然后他引爆。哦，那 Nice 在这次比赛也是在上次瓦伦西亚的比赛也是很漂亮的3-0击败哦，击败对方。好。大致上就讲到这吧。这边直接看到引爆以后帮他这样重操，这种虫族要用空投毒爆手嘛，没办法。主要是三矿那个地方已经被打掉了，所以 Nice 前面战术已经成功了。那他再搭配后面那个三矿一波，真的很难挡，是真的很难挡。好，那今天那个 Nice 打 Sand 的战术讲解就讲到这里啦。如果说虫族要怎么守吗？你是说第一场还是第二场还是第三场？如果是像第三场这种的话，你可以用，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手法是出蟑螂，因为你用狗毒爆的话，你会怕对方白球闹一闹，直接刷狂战士加白球直接打正面，这个虫族很危险。所以说，其实比较好的解法应该是出蟑螂来解那个白球，但是你还是打不到嘛，所以你只能减少你的伤害，然后把你的经济补起来，减少你的伤害，或者是有人会另外一种比较偏激的，就是你出蟑螂守这个白球，然后接下来就是出很多很多蟑螂，把蟑螂科技提起来 ，maybe 可能一攻，然后加有蟑螂速度有速度的蟑螂，然后直接反打。这个对于神族三矿刚开起来，然后白球又没闹到的情况下，其实有点难挡。其实也是有点难挡，但是你如果三矿已经被打掉了，那你这波反打过去，你可能后续蟑螂补不起来，你可能还是打不下来。好，那我自己在玩的时候，我也是比较会用蟑螂，然后去然后反打这个打法，但是真的要看你自己防的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被闹到太多工兵的话，你的经济其实是没办法支援你的蟑螂一波的，就蟑螂反打。